认识南区的朋友，一定要请他们支持2号的新奶乳哦。是新竹市南区的市议员，这个礼拜六就要投票喽，要拜托大家，如果你有认识南区的朋友，一定要请他们支持2号的新奶乳哦，拜托大家。好，15秒的等待开始。我的政见呢，就是我们要推动南区。